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去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上了地球，哦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，我的飞球爱要，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哪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这个都光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只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插的鸡腿、yeah! 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去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就算最后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上了地球，哦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，我的飞球 You are the best, the special one for me